喂，你好。喂，五大连池那个景区，就是那个新区有个房卖啊？关注鬼头，带你看东北市场真实房价。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的景区新区。那么呢，在我身后呢，就有一片住宅。今天呢，咱们将走访一下这里的真实房价，看这样的景区房价是多少呢？跟着我的镜头来吧。这儿的房价到底是多少？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哪里？咱家那个五大连池那个景区，就是那个新区，有个房子卖啊？对呀，那叫圣水花园是不是？是吗？是。对。多少平啊？我们100.2几。几楼啊？二楼。二楼，装完的还是毛坯啊？装完了，装完的。精装简。基本没住。啊。就是说，不算太精装吧。咱装的也挺好的，咋卖的？我的那个要25万，100.0几平，零几啊？07吧，好像是，我都忘了，好久都没看那个合同了，107还是03？2330。因为不是，你是少多少钱不卖？少多少钱？我给你便宜个几千块呗。那床也是皮的，我定制的，定做的。我就没来住几天。没住几天，一直在外地。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到那儿去看一下，夏天待个把月看一下就走了。我再看看别人家。好的。好的。好，再见啊。真不贵，他这个还真不贵。接下来咱们拨通下一个啊。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咱家那五大连池景区那个新区有个房子卖啊？对，你看是3楼啊，还是1楼？我家两个呢，看哪个地方？我这个电话搁一楼看见的。一楼那是那什么那个吧，就是那个毛坯好像。15万最低，能接受你在那啥？我多些平啊？90多，不到100。九十几啊？那还真不知道，923吧，因为那个房证还没下来呢，大概就923。大概923。对，我这个算93啊，1600。这家真忙，没得说完，那挂了。再拨通一个，刚才那个毛坯1600啊，想看看这个。喂，你好，咱家那个五大连池那个新区有房子卖啊？几楼？二楼，装修完的还是没装的？毛坯。毛坯呀。对。多少平啊？84.5，接近85。85平，咋卖的，哥们？185。2170，你这有点贵。你要是说重新买，多少还能让点？你这能让多些吧？咱这石头灰也不用要黄，行，我就看看。你这房子你还没看，你这具体位置你都不知道在哪儿，它这具体你不知道，咱咋能谈这价格？具体位置我不知道，我能知道电话吗，哥们？圣水花园吗？对，圣水花园。咱们啥的，你能相中吗？房子你也没看，咱谈那个价格现在也都是虚的。你意思你现在报这个价格就是水分挺大，是不是？没有那么大水分。价格多少还能优惠的，但是优惠不多。比如说房子我相中了，你也诚心卖，我也诚心买，你能让多少钱？能让点。10000块钱能让上不？行。行。好了。是不是？主要你能不能看中房子？你要能看中房子吧，脾气，我还有脾气呢，是不是？没装修的这个地方，1500-1600，装完修的把装修成本算下去了，2000-3000。好了，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了，下期再见。